十号雨涵，小伙儿你好，我处对象我必须得把钱，我觉得男人的钱在哪儿，他的心就在哪儿。当这个男人把他全部身家都给你的时候，这个男人他就是爱你的，他对你绝对没有外心。还有就是，我一个月顶多能给你500块钱，就是在我这领固定死工资，多一分都没有，就是最多了。500确实有点少点，能再往上提一点。你这已经提200了，就是，对、啊、我爸的生活费才300，我给你多加了200块钱，就是让你开个车呀，加个油啥的，就已经挺好的。3000块钱的呗，加油1000，抽烟500，吃饭1000，2500。这叔叔这一个月300块钱。咋够花，还花的那么滋润的，你跟我们分享分享呗。真的小伙，我跟你说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500块钱多幸福啊、哦嗯、我爸一个月300块钱，我爸是老师，他一个月呢坐公交车是60块钱啊，然后他抽烟呢控制在100块钱一条以内，不会超这个钱啊，其余的呢就喝酒呢，家里面有散篓子，这个不花钱，跟朋友吃饭呢、嗯、兰州拉面8块钱一碗，赠送小菜啊，这么一算下来呢，一个月可能还能剩个10块8块的，也富富有余了。你就知道你这500块钱，小伙真挺幸福的了，真挺幸福。